姐。是我。小编先充当一下经理，因为经理还在忙，所以小编先带你们看一下米塔拉的车子。如果经理再不来救我的话，我们就会这样子的结束。来了，我来救你了。今天是在米塔拉社团是不是？对。好 ，OK。哦，因为今天实在太热了哈，经理在现场里面帮忙支援。那这种天气真的是戴个口罩，如果然后我会把放缓那个说话的速度啊，把它放缓一点点。那如果不够清楚的话，再留言跟我们提醒一下哈。这台车是 Vitara， 那这台车的 Vitara 的设定哈，应该是说以近几年来说哈，它的整体的 CP 值啊相当的不错，有的有挂上那个引擎，也有挂上涡轮，整体的动力，整体的配备哈，所以经理常常说选这台车的车主一定有做过相当多的功课哈，它的市场的一个竞争力的话哈。很少，鲜少哈，找到相同大概条件相同的对手。那这台车的悬吊系统啊，说实话就有一点点偏过于太舒适了。所以如果啊开 Vitara 的车主是不是有发生过，后座的乘客啊常常会反映说后座的乘客很容易会晃、会晕车的状况？那如果是的话，记得啊要来 KT 找经理哈，因为这台车只要啊左手两个地方。它的乘坐的感觉呢，就能够做大幅的改善。第一个，我们把避震器的部分哈，马上改成改装的，它的一个阻尼回馈会比较直接嘛哈。第二个，我们把轮胎的扁平比啊，把它降低，这样子的话，它开车起来的感觉呢，就会比较偏向轿车式的一个感觉。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原厂的避震器。好。它原厂的前面的避震器哈是麦花臣的悬吊系统，那基本上啦 ，Suzuki 的小车啊哈，它的上座的部分，都是要沿用原厂的。它其实也不算是有上座，它有一个叫指推轴承，指推轴承上方有一个橡皮，这样的配置在欧系的中小型车啊，经常我们在看到一个类似的一个配置。那像是 Fit 啊 ，Honda 的 Fit。或者是 Toyota 的小车 Yaris 也都是这样的设定哈，这样的一个配置，所以这个上座的轴承，还有上座的橡皮，记得要沿用原厂。可是当这些零件来沿用之后啊，在组装的顺序上就特别的重要了。譬如说这个弹簧的预载值，因为就要让技师来自行调整，所以这个弹簧的预载值也要特别注意，不能压缩过多。至于太松的话也不行，太松就有可能会有异音了哈，所以。在整体的安装上就有一点小技巧，所以这一台车在安装上有两个技巧，第一个是前面的上座，第二个是后面弹簧的预载值。那后面弹簧的预载值，待会我们先来介绍完原厂之后再来说明。啊，这个是后面的弹簧，这个是后方的弹簧，这个是后方的筒身，它的后方的筒身呢，行程，什么是行程？就是避震器它所能够作动的范围叫行程，这个阻尼哈，它会比一般的 Toyota 的小车啊还要来的硬朗一点点，还要来的硬一点点。好，这个是后方的筒身，它的行程很长哦 ，KT 也做得很长哦，
这个是后方的弹簧。那上橡皮的部分是不需要沿用的哈。好，那我们来看一下，KT 装上去的样子。来，在这个地方，它的筒身的行程啊，整体做得很长。那上方的零件哈是需要沿用原厂的一个橡皮。好，这个它是上算没有上柱了，算橡皮对角而已。那后方的弹簧规格是214公斤的。这里有一个机构是原厂所没有的，这个银色的齿轮状的托盘，这个机构啊是在调整后面的车高的，所以 KT 改了 KT 之后，不仅仅高度能够调整，软硬度的话也能随车主的需求去做设定。这个是后面的部分。那后面的话一个重点，后面的筒身的长短度它能够做调整，在这个地方。可是筒身的长短的调整啊，它没有办法改变车高。这个筒身的长短调整是来改变这个弹簧的预载值，好，所以这个筒身在设定的时候，记得不要压缩过多了。至于多或少，要怎么去设定弹簧啊？预载大概5mm，哦，0.5公分就好了，就是适合的一个范围。那这台车在阻尼后方的调整部分呢，啊，原厂设计的超级贴心的，我们在行李箱打开的时候就可以看得到一个，哦，这边好了，哦，这里有一个维修孔，我们把维修孔把它打开之后，从这个地方可以看到一个 KT 的 logo， 从这里就能调整软硬度了，往顺时针是变硬，它这里有写一个 H 就是变硬，往 S逆时针的话就是变软，一共有30段的阻尼调整。至于软硬度的话，左边、右边记得段数一定要对称。好，好，这个是后面的一个介绍了哈。那前方的话，前方是在这里，所以这台车我们拆装才花了35分钟，很夸张哈。这台车啊，它上座也不用拆了哈，就直接把这个。这个就是原用，它下方有一个橡皮的，就在这个地方，所以这里一样会有一个旋钮，这个旋钮一样是在调整软硬度的。啊，这个应该是就是那一个1.4升哈，1.4升的涡轮引擎，好，然后下方的部分的话，这一台车 KT 的配置是配置200x6公斤的规格。前面200x，前6，后4的规格。那下方的这些零配件，有刹车油管的哈，有刹车油管的固定架，刹车油管的固定架跟原厂的是做一模一样。这里有 ABS 感应线的固定位置，也做的跟原厂一样。这里有离载串的固定位置，也都做的跟原厂一样，不必再改可调式的，不必再改强化的。那日后离载串如果坏掉了，就直接换原厂规格就好了。所以这些的话都是这一台车所专车专用的规格。那车高的调整前面比较简单一点点，前面车高的调整，我们把这个齿轮状的托盘旋松之后，它的车高长度啦，如果调长的话车高就变高。那今天的话车主的话预计的话是会比原厂的话低一点点，2尺半。今天的车主是要求2尺半。那今天早上有我们同事后台的小编有说，好像有大甲的车友啊，台中大甲的车友也有在询问哈。那如果大甲的车友也有在线上的话，也可以提问。那经理会针对车主的问题，来跟各位把镜头移到各位想要了解的地方哈。好，那这个前方的话是麦花臣哦。所谓的麦花臣，就是我们在避震器在作动的时候。在转方向盘的时候，它避震器是会旋转的，所以这个齿轮状的托盘，它的松紧度安装完毕之后，要敲的比后方还要来得紧一点点，好，这个是要特别注意的地方。那因为这个影片呢，我们一样有用录影的方式给日后啊同款车的车主有想要了解的时候可以当个参考，所以在用料的部分的话，经理再介绍一次好了，就是 KT 所使用的里面的填充的阻尼油，阻尼油的话我们是使用意大利 IP 的油品。那
内部的油封哈，像这个台车是 Suzuki 的日系知名的车款，所以很多的车主会推崇的是，日本 TIN 的品牌嘛。TIN 的话，它的品质相当的不错，因为啊，它所使用的油封就是使用日本最知名的 NOK 油封 ，KT 一样是使用日本 NOK 的油封哈。那 KT 本身今天在拍摄影片的这边呢，就是 KT 制造的工厂，所以。KT 的话本身是一个制造工厂，并不是委由他厂来做代工，所以日后啦，也许有可能防尘套坏掉了，那个缓冲的馒头坏掉了，或者是桶身有阻尼有衰退，或者是有漏油，这些都是可以针对单一的零件来做翻修哈。所以，如果车主啦哈有想要试乘，或者是想要了解更多的细节，那可以持续问一下我们小编啊。那第一次在这个社团里面开直播，如果有机会的话，诚挚邀请大家来试乘看看。OK， 以上是今天直播分享，谢谢大家，拜拜。